我是安达，来自阿根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我已经在中国3年了，差不多。我喜欢唱歌，我喜欢跳舞，我喜欢笑，开心。所以我为什么参加呀？我们今天的节目，因为我来这个舞台，希望大家看我们的阿根廷的热情的、可爱的、热闹的阿根廷文化。所以我来唱歌，来跳舞，你们看我一下。大家喜欢环球神奇炫，我来了，我是安达 ，You can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要感谢一下给我这个非常好的机会，让我认识你们。我是安达，来自阿根廷。用西班牙语跟中国的观众问声好。Hola, ¿cómo están? R con R guitarra, R con R carril, qué rápido ruedan las ruedas de este ferrocarril. 环球春晚听的就是这个来自环球的声音。谢谢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在那样的一个火热的一个国度。Tango 几乎每个人都会跳， 对不对？我喜欢闻一下，然后要不要跟我跳 Tango？ 我觉得你要邀请一位男士。Tango 的张姐。要甩头，要甩头，噔噔噔噔。缺一样，你有没有发现呢？他缺了一个动作，最有标志性的动作，你知道吗？哪个？对，在每一个小节的时候必须要头啪。对，我们有一个阿根廷的。我中过风，我这头转不过来，我动不了。不要对这个要求太高，已经很棒了。我们可以开始了啊！好啊，谢谢。什么阻挡着未来？来呀来，祝你和我们来，
对，他就是想做这个舞台。恭喜恭喜安达，谢谢。哇，天哪，哇，谢谢谢谢老师们，谢谢。你们非要逼着我跟他同台站在一起，谢谢。你第一个要感谢的应该是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是我第一个亮的灯。我来，我来要拥抱一下阿根廷的人气，的人气赵老师，你挺住啊！哎呀，我们爷爷，安达，你听我讲，我没有讲完，我没有讲完。后来我看到已经退到已经。很靠近那个门了，才有四盏灯，五盏灯，我不惜破坏咱们这个游戏规则。我听见了张老师说亮灯啊，亮灯 亮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一出来，你的热情就把我烧成一团熊熊的大火。哎呀，有些歌手也好，艺人也好，在平常在平常他的家里或者在平常一个地方，他会非常 OK， 但是一到台上完蛋。你是天生就适合站在任何一个舞台上，你感染全场，你感染每一个角落，所以我第一个就摁了，就毫不犹豫。张老师，你现在是一团火焰是吗？啊，已经烧成灰了。谢谢，骨灰级的。这个好，这块我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努力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安达，你刚才说你那么喜欢中国哈？对。你有男朋友了吗？还没、啊。还没。现场有这么多帅气的大叔，赵老师，哎，你如果让你找的话，你觉得谁会比较是你理想当中的男朋友？嗯，我喜欢温丽莎，谁喜欢？你喜欢哪个？对啊、外国的感觉。嗨，喜欢外国的。你是外国的，你是外国的。你看，在我和安达的眼里，你们都是美国的。对他来讲，我跟戴金跳舞的特别好，都属于外国人。对不对？对他来讲，我也是外国人。对，我觉得是这样。除了 Julian 之外，我大家都是外国人。我也是外国人呢，他阿根廷，我是法国的。你看，好，让我们掌声再一次恭喜安达顺利晋级。谢谢，好棒哦，好漂亮，谢谢，谢谢，好。所以我觉得，我希望在后面的比赛，给大家好多开心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特别喜欢我，我特别喜欢中国，我希望你们喜欢我，谢谢。